你看我们纳西瑟斯和这个龙都是红色系的，可以把这个截个图的。嘿，哎，哎，大家别看主播了，主播没有脸给大家玩游戏，大家看看狂欢之翼吧。哎，主播有脸了，主播有脸了，主播现在就要给大家表演怎么才能这个溜轨了。首先先飞轮，主播的脸回来了，现在主播。糟糕，有人来了。撞哪去了？撞墙缝里去了。他撞这个树和墙和石头的缝里去了。没关系，主播还有一次机会，这次机会咱们一定要珍惜。哎呦，哎，下一把，下一把，下一把，这把卡了，检测到您当前帧率过低。哇，这把是网易的问题，不能怪主播，下一把吧。哎呀，这家伙今天不简单嘛。嘿嘿，真不愧是你。对面头像是啥呀、啊、对面头像是吴彦祖。哎，他被车撞了。他被车撞了。我笑你一辈子，小女孩。又到了主播展现近战的救人技术的环节了。哎，你他妈挂机，我救的这么好。我讨厌你。我讨厌你，孤独商，我好不容易救下来一次人，你让我讨厌的这么彻底。这都是地下室，主播是这样的，主播不管打排位还匹配都是地下室，甚至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地图地下室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地图的六个点在哪儿，我瞎走然后都能走到地下室。小情侣特有的性情，本来想把这段素材给你们配一个那个伤感的 BGM 的，但是你们殉情了。他长眠于他所爱之处，与他所爱的一起。你在干什么，心理学家？哎呀，我是不是给他下了个 N 段一绝版？哎哎，对不起啊，不是，这个是女装律师吗？这是什么？哎，别跑了，别跑了。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别跑，回来！你喜欢古董商吗？啊，我不喜欢。宝宝巴士。哎呦，你飞哪儿去呀？就喜欢你们这种飞行家。哎，我不想你干嘛？你还敢回来你？我他妈误认呢！哎，宝宝巴士，你还有脸给我推杰克的东西？你还有脸给我推杰克的东西？第五人格，什么意思？第五人格，我输的不够惨是吧？什么意思？魔术师哪来的香水啊？你哪来的香水啊？这箱子也没翻呢。不是，你不是香水师吗？你哪来的魔术棒啊？哎，魔术师选大房。哎呀，完了，我想给他开枪呢。哎，完蛋，配合的是一坨屎。你是对面的一个女够了，主播要开始道德绑架了。为什么不为什么不让主播救下来？为什么不给主播平局？主播要狠狠的道德绑架你了。主播，我胜率16.97的怎么办？那说明你要抽出97人了。什么选点屎？你为什么往上面走啊？嗯，哎呀，我为什么要放他呀？哎呀，不对呀、啊，我听着他要摇下来了吧？哎，哎
算了，这个人走不掉。哎呀，他有应激。哎呀，我为什么要蓄力刀啊？他六鬼不回头。你在干什么呀？这个大洞为什么是从这儿接到这儿的呀？你们的大洞在接个什么？你把大洞从这儿接到了这儿啊？然后你也敢钻啊？没事，主播又能用到垂镜定理了。哎，这儿有一个点儿，哎，不用有点儿了，他们坐公交车了。哎，干嘛？你喜欢盒子吗？啊！哎，前面没有墙啊，也是一种闪中了吧？哎，闪现一击，难道今天又要开始那个山上制环节了吗？你先坐着歇会儿啊，小女孩。安妮来坐椅子了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山上制作已启动。来，她之前坐的是小女孩，接下来由你来坐吧。来来，好好坐着歇会儿吧。好好歇会儿吧，小女孩。哎，这个医生为什么我打他屋里的时候他还在扯？这是 bug 吗？哦。